你下一站去哪儿？最后一站叫麻辣鲜香滚烫人生。哦，应该就是火锅了吧？最后一天来成都不吃点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？为什么我吃火锅底料？那就是火锅吧？火锅吧。我们来成都都没吃火锅，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没吃火锅呢，应该就是吧。我上次来成都就专门为了吃火锅来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吃到了，然后心满意足回去了，就待了一天。所以我们确定是去吃火锅吧？应该是。麻辣鲜香滚烫人生，麻辣烫，也可能是冒菜啊。哎，在成都吃，来成都你说不吃火锅，那过得去吗？这相当于没来。对，着了吗？着了吗？到了，下车。好嘞。卡卡火锅，我们来吃火锅喽。吃火锅了，吃火锅了。我们来吃火锅喽。我们吃火锅，吃饭喽。这个火锅怎么是干的？哎，干锅呀。哦，干锅。火锅吃干锅，请服务员上菜。不用上菜，这么硬核吗？我就喜欢这样爽快的。对。哇！毛肚一定要。啊，这就是那个折耳根。我们来吃火锅喽。这个火锅看起来太巴适了，我觉得得加点料，把乌苏倒进去，哇，更带劲儿了。用这个乌苏啤酒呢，配合我们这个火锅底料呢，还能激发里面这个火锅底料的那种香味，真的是非常懂我们的硬核乌苏啊！这肯定很上头，待会儿来尝尝。来，用我们的硬核乌苏，我们碰个杯。来，干杯！来，绝配！来。锅已经滚了，我们吃起来好不好？吃啊！啊，这肠好脆啊！超好吃！哇！真的还可以啊，真的真的放啤酒好好喝。这个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吧。可以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吧？来，你们先。就外面这一层，直接吃。怎么可能、啊？注意我放的区域啊，它就在这一片。啊！我也要把自己玩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折耳根牛肉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折耳根牛肉在哪？大海捞针。来，谢谢。折耳根这个试一下好不好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！你自己没吃啊？吃了吗？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不是中间那个，它有股奇怪的味道，就鱼腥草。我好久没有听到一个这么真实的呸。我觉得这个口蘑虾滑很好吃。是吧？你喜欢哪个？口蘑虾滑。啥口感？虾滑加口蘑。哇，你的形容真的是好直观啊，很有层次。你到底住哪个小区的？评论区。我最喜欢吃这个毛肚。毛肚。对。因为我以前吃毛肚吃的少，我以前觉得长得好丑。哎，你们会因为菜的外貌？我会，因为有些长得看上去就不好吃，但今天我吃毛肚，我觉得好好吃啊。今天啊，在这之前，为什么我都没吃过？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只
上吃牛百叶，然后我今天才知道牛百叶跟毛肚是两样东西。为什么你在我们节目里这么多第一次？那你跟你以前出去吃饭的朋友都不是真朋友，他们都不告诉你毛肚好吃。没有，他们劝我吃，我总觉得看上去就不好吃。但我跟你讲，现在那个古一兄越来越听劝了。原来我们劝他说他抗拒，后来几次尝试以后发现确实还可以，我们是对的，还在吃。对，我还在吃这个毛肚。太快乐了，吃累了。